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帕华庄奇藏144、生侠25、蝴蝶30、飞猎手8、潮汐50、明朝一条龙 1.0 全收集，任务生侠奇藏箱宝箱飞猎手潮汐一系增叠蝴蝶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批来到龙望礁右下角的这一个魔点啊。那到这里之后，我们先把视角转到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，直接往前走。这边是一个怪物镇守的箱子，来清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清完了怪，拿到这一个基准强箱，拿到之后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，这里有一个蝴蝶。好，来摸一下蝴蝶。这边摸了蝴蝶之后，我们继续往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往下跳，下面有一个俄罗斯方块。好，这里捡起来直接往上安排，这个在左下角，方形这在中间，最后这个，好，弄上去，然后拿到这一个基准其他箱，拿到之后往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爬过去。好的，爬回来，然后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啊，就这只怪啊，这个是什么怪的头顶上啊，这里的话我们用这个钩索啊，钩索，好，来摸一下，它会在这边这空中停住。好，然后再跳起来摸一下，再跳起来摸一下，跟着他走。也是啊，飞这么高干啥？真是。让他先飞吧，让他先飞，然后我们好看他在哪里啊。好，给它弄到位，然后在我们的西单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，这里有一个营地，营地这边是一波怪。好，来清一下怪。好，清完怪拿到这个基准其他箱锦旗，拿到之后再把石条转到我们的西北方向啊，地图左下角在前方的这个建筑这里，这边是一个小解密。那这个解密我们看到我们右手边这个捡起来，然后在这个位置啊，看一眼我屏幕，然后调整一下，两下三下啊，给它丢到这里。好，然后左手边这一个直角形的在这个肩上啊，调整一下，丢到这里。好，接下来是这边这个四周都有的，直接放中间啊，这个箱子就解锁了。有请拿到这一个基准其他箱，那拿到这个其他箱之后，再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啊，地图右上角，在前方那个建筑，前方的建筑看小地图，注意看小地图，前方的建筑这边有一个任务，来找这个前三对话。好，那这里对话之后，我们再把视角转到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，这里跑下来，前方有一个潮汐之仪。好，来清一下怪。好，我们清完怪来拿到奖励五锦旗。好，拿到这个奖励之后，我们再往我们的这个西北方向啊，西方向偏北，西北方向地图左弯角这边跑过去啊，开一下摸点。好，这边把这个任务，刚才接的这个叫暗向前踪，暗探前踪，这个点击追踪目标。好，那点击最终目标暂时不管它，我们往西北方向地图左弯角这边走。这岸边有一个潮汐之一。好，我们来切下怪。好的，那切完怪来拿到潮汐之一的奖励。
酬劳之外的收获。那拿到这一个奖励之后，我们再把视角转到我们的西北方向，地主转角这里，我们从前方这里爬上去。好，爬上来，在我们左手边西北方向地柱左弯角这边，这里有一波怪清一下。好，清完怪来拿到这个骑长箱，有机会排箱用去。拿到这个箱子之后，在西北方向地柱左弯角这边继续往上爬，继续往上走。好，上来之后这边是一波怪啊，一个潮汐之翼，清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来拿到潮汐之翼的奖励五金。拿到这个奖励之后，再把视角转到东北方向地柱右上角。这里是一个俄罗斯方块，好，右边这个拿起来放到左下角，中间这个方形拿起来放到正中间，好，左边这个拿起来直接放到右下角，旋转一下。好，这边出现箱子，拿到打之外的手，拿到这个箱子之后，我们再往我们的西北方向地主转角往上走，上来又是一个潮汐之翼，来清一下。好的，那我们清完了怪癌，来拿到这个潮汐之翼的奖励启用。拿到这个奖励之后，在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爬上去，又是一个潮汐之翼。好，来清一下怪。好的，我们清完了怪癌，来拿到潮汐之翼的奖励酬劳，拿到之后继续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里一个挑战。好，这里是打那个炸药，打完之后拿到这一个有机会基准其他箱，拿到之后再视角转到西方向地图左边，这里上面啊爬上去，又是一个潮汐之一。好，继续来清怪。好，那清完怪之后来拿到这个潮汐之一的奖励，拿到之后我们再继续往西方向地图左边，然后这边走，这边绕一下啊，一直往前走，这边又是一个潮汐之一的挑战啊，打怪啊，来清一下。好，清完怪来开启五金潮汐之一，拿到之后在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山顶上啊，有一颗深峡，这里我们直接爬山。往最高处爬。好，一直爬到最高处，这边拿到这颗深峡啊，拿到这个深峡之后，我们再看到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往下跳。好，在这个桥洞底下啊，这边是一个潮汐之翼。好，我们又来清下怪。好，那清完了怪之后，我们来拿到这个奖励，有机会排箱用。拿到了奖励，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这条路一直往前走。一直走过来，能在正前方看到一个潮汐之翼。好，这里我们继续清下怪。好的，清完怪来拿到潮汐之翼的奖励五进启用。拿到奖励之后打开地图，我们回到龙望礁右下角这一个锚点。回来之后往我们的西方向啊，地图左边从这边往前走，这里要绕开这棵树然后往上爬。哎，我这边是爬上来，这里是一个宝箱。那这里的话，在这只怪的门口啊，这只怪的门口是这个底座的旁边，这里是炸药，上镜把这个炸药捡起来直接放到底座上。好，然后在旁边把这柱子炸药的西方向地图左边啊，这边这里是一只鱼轮，还有一个柱子啊。好，一共是四根柱子，全都给它打了。好，这样的话解锁了，就会拿到这一个基准气膛箱。
拿到这一个奇糖箱之后，我们再往我们的南方向啊，南方向地图下方月娃跳。好，这里的话是那个副本，顺手开一下这个副本。好，这里开了副本，然后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是一个潮汐之一，来清一下怪。好，清了怪之后过来拿到奖励，好，就外的时候拿到奖励，西方向地图左边一直往前走，几棵树啊，前方这棵分叉树的方向，这里是走过来，前方有一个细针蝶。摸一下蝴蝶，好，跟他走。啊，好，一直把蝴蝶送到位，那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。这里这个锚点的话，因为不顺路啊，不顺路，然后你们自行去开一甲。这里我等会也自行去开一甲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。